第一册，第一册，第一册才对。驾驶手册第一册。好像没有下载回来。点按下载，下载中。刚刚已经好像有按下载过了。从首 A 右上角三条线，首 A 右上角三条线进去。首 A 右上角三条线上去，进去。从这边，从这边进去。从首页，从首页右上角这边，右上角这边进去，点进去，点进去找创作者工具，找创作者工具直播中心，直播中心。拉到下面重播，要按左下角重播，按左下角重播，就可以看到直播后的影片。找到直播后的影片，可以下载，有处理过才要下载。直播时间很长，要处理很久才能够看到下载。保存90天3个月，直播影片重播，可以点按再来看。点按再来看萤幕录影 ，capture recorder 手机程式名称叫 capture 抓取 recorder 录影者 ，capture recorder 后面是 RECORD 前面 captu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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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corder 手机萤幕程式。手机录影了，手机萤幕录影了，萤幕录影了，手机程式啊，左下角那个直播，创作者工具直播中心，原来是从创作者工具进去，要找直播。要找直播，要从创作者工具。找直播要从创作者工具进去。第三行，第三排啊，还算算第三排。然后直播中心。直播中心进去，从直播中心进去，从直播中心进去，左下角，左下角直播，左下角直播。左下角直播哈，我看到左下角那个直播，从直播进去，左下角直播，左下角这个直播进去哈，从直播进去哦。这个程式叫 Capture Recorder， 手机萤幕录影，手机萤幕录影程式叫 Capture Recorder，
按直播进去，能看到直播影片重播了。直播影片重播，你看。保留90天而已哦，内容保留90天而已。看你有直播1点多钟，1点13分28秒，时间越长处理越久，处理越久要下载，回来看要下载的时就要可能要等很久，档案也比较大，下载可能要很久。可以下载，还可以下载。